多謝主席。主席，就我昨天咧曾經提到有關呢一個嘅財政司司長即係嗰個嘅即係薪酬嘅削減嚇，咁咧就其實佢個問題咧係不單係佢個人嘅問題，亦都涉及到佢其他嘅助理啊，特別呢個政治助理嘅表現。呢、這個涉及修正案第745項，呢、這個為削減分目0000而將總目142咧削減118萬。呢、這個削減係相當於財政司司長嘅政治助理一職嘅全年嘅薪酬嘅預算開支啊！嗱，呢一個職位咧，現時係由一位羅永聰先生咧係呢個嘅擔任嘅。咁喺眾多嘅政治助理咧，就佢係較為一個同議員多溝通啊，各背不同背景或者各黨派議員咧係較為可以溝通嘅一個人。咁所以喺純溝通方面咧，佢係相對地嘅表現係不足。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整個財政司，好似我琴日批評好多嘅問題咧，作為一個政治助理，如果同財政司嘅表現嚟講嘅話咧，即係明顯佢所提供嘅支援同埋嘅協助咧，係肯定出現一個極大嘅缺陷同埋問題。嗱，呢個財政司司長嘅政治助理嘅職責咧，好多人都未必好清楚啦。咁我即係按嗰個職責嘅內容咧，先作個概括，然之後至批評點解我認為呢一位我都相對地算熟悉嘅人士咧，係理應被呢一個革除呢個職位。呢個政治助理嘅職責就如下嘅，負責向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提供以下統籌跨局政治事宜嘅支援、策略及政治嘅意見啊，包括從政治角度為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以供考慮。協助制定政策及立法的建議，以及訂定整體策略，從政治觀點給予意見。就提交於立法會文件的其他出版文件提供意見，點出當中他們認為有政治影響的地方，以及在政務司司長、財政司長的指示下，處理具政治敏感成分之處。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呢個要寫演辭啊，同傳媒其他方面嘅聯絡啊，政治嗰個聯繫啊，係嘛？處理同呢個政黨政團發出嘅邀請同函件方面提供意見啊，咁嗱，我哋睇翻即係財政司司長啊，即係多年嚟嘅表現，特別啦，羅永聰喺2012年11月已經成為呢個助理，咁啊，佢本身亦都係呢個傳媒出身啦。係嘛？即係啲政府好多呢啲職位咧，都係傳媒咁啊。但係財政司司長就少文匯報嘅前僱員啦，唔同呢個特首辦啦，係嘛？咁啊，但係都係即係啲傳媒方面嗰個嘅關係咧，好多時就成為呢個嘅政府高層聘用呢啲職位嘅一個嘅重點。嗱，我哋睇翻呢個嘅實際上咧，其實羅永聰係多啲係成為政治化妝師，多過係協助處理佢頭先所講職位上嘅問題。因為你睇翻財政司多個嘅財政預算案，實際上係冇處理到香港好多敏感嘅政治嘅問題，反為咧係令到香港嘅政治矛盾咧係不斷激化同埋惡化，係嘛？即係大家睇翻，即係香港，即係嗰個社會整體嚟講咧，過去多年，特別係呢個曾俊華成為財政司之後，整體嗰個政治關係咧，同埋嗰個社群之間嘅分裂啊，或者嘅衝突咧，係越嚟越強烈嘅。啊，唔好講中港矛盾啦。咁所以好多時係要透過呢、這個財政司掌握嘅政策同埋嘅資源咧，喺社會上、喺政策上啊，同埋喺行政運作上咧，點樣去令到
啊，呢方面嘅撕裂同埋嘅分裂嘅矛盾咧，係得以緩和同埋呢一個嘅減低。咁但係即係呢位羅生任職呢個位置啊，即係都年紀咁，但我哋睇翻整體方面咧，睇唔到有任何嘅改善啊，不但冇改善咧，反為有所呢個惡化。嗱，我哋即係睇翻一啲行政上嘅資料咧，都覺得係即係唔多嘅。咁譬如以你作為一個嘅負責呢方面嘅聯繫，究竟過去同各團體啊、人士啊，或者出席區議會啊、出席立法會嗰啲次數有幾多咧？呢啲數字我哋都睇唔到有啲咩交代啊。咁特別喺財政司預算案裏面咧，有好多所謂大即係惠民嘅措施咧，但係呢預算案公布之後咧，係令到財政司嘅支持度咧係大幅呢個下滑。嗱，呢個政治判斷錯誤啦。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嘅為呢個嘅政府高官提供呢個嘅意見同埋策略嘅話咧，當你所有嘅政策必然同政府嘅支持度係有所關係啊。咁但係即係啲措施公布完之後啊，你諗住會製造呢個嘅財爺民望，但係咧反為咧係令到呢一個嘅民望咧下跌，咁證明個措施係同埋個策略咧係有欠呢個嘅準確。咁所以喺掌握民意民情方面咧，最近啊呢個嘅曾俊華咧係明顯係出現呢一個嘅落差，係嘛？正如我琴日所講，佢嗰篇嘅網誌喺五月嗰篇嘅網誌，即係講呢一個嘅即係啲政治民主派政治方面嘅發展咧，都明顯睇到佢係完全咧係錯誤呢個嘅掌握。咁呢個即係支援方面不足咧，就導致到呢一個嘅財爺咧嗰個表現方面咧係出現呢個嘅問題。咁所以呢個職位咧就理應係唔再存在，所以我哋提出咧呢一個嘅刪除呢一個嘅職位。主席，就另一個項目，即係涉及呢個嘅政務司司長嗰個嘅職位咧，就係修正案第729條，呢個係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是削減375萬元嗰個嘅數額嘅，呢個削減咧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職全年薪酬呢個嘅預算個開支。嗱，主席就減完財政司，亦都要減呢個嘅政務司啊。咁當然即係政務司，大家都認為佢打得同埋咧表現咧相對地係不足。掌握好多政策，特別即係好多個局長出現呢個嘅嚴重嘅政治危機嘅時候啊，譬如好似呢個教育局局長，即係早前呢個國教問題嘅時候咧，咁政務司都要孭起嗰個嘅職責。咁但係作為一個嘅即係政府嘅政策統籌，又要負責埋呢個嘅政改咧，即係我覺得呢個絕對係一個錯配嚟嘅，係嘛？因為你而家睇翻各個政策局，即係問題多羅羅啊！發展局就喺揾土地方面咧，就烏裏彈刀啊！即係教育局方面，即係處理不少嘅問題，呢個跨境學童嘅問題等等咧，即係仍然咧係有呢個嘅不少嘅缺陷。同埋導致到咧呢個民怨民情係嘛？最近天水圍一間幼稚園被迫呢個結業咧，都引起好多家長嘅不滿，同埋咧呢個嘅兒童啊啲幼兒咧，可能因而呢個心靈嘅創傷咧，係可能影響佢日後嘅發展。咁所以即係政務司司長應該要就翻即係佢所統領之下嘅各局嘅表現咧，係進行呢個嘅支援啊，或者係監督。咁要去領導呢個政改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係絕對唔應該嘅。咁可能佢自己
究竟是個人的政治野心啊，還是有其他特殊的理由呢，即是要承擔這個責任。所以即是基於這個政改的問題的爭論性呢，我覺得即是應該要透過這個削咗佢呢個職位啊，等佢冇得去統領啊，冇人統領呢一個嘅政改嘅諮詢咧，就還翻呢一個嘅啊政務司司長應有嗰個嘅職責。因為你睇翻政務司司長嘅工作咧，其實係即係就算喺現時嚟講咧，都有唔少嘅啊幾沉重同埋好對香港整體社會影響係極為深遠嘅。譬如佢要負責呢個扶貧委員會啊、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啊等等咁，咁但係亦都喺呢方面咧，可能工作量，正頭先我所講，又要負責太多其他嘅工作咧，即係變咗呢啲問題係睇唔到出路啊！亦都喺現階段咧，亦都冇任何跡象啊！呢啲貧窮問題、人口老化問題、出生率不足嘅問題咧，係有一個嘅明確同埋合理嘅交代啊！唔好講。有所改善，咁呢個情況咧就係不斷惡化緊嘅，係嘛？而呢個惡化嘅程度同埋惡化所產生嘅後果咧，就係社會上嘅問題，即係不得到政府嘅適當嘅處理咧，最後受害嘅就係香港嘅市民。嗱，有關呢個嘅政改方面咧，當然即係中央已經定調啦，同埋佢呢個政務司負責呢個政改，佢未開波、未啟動呢個政改諮詢咧，中央已經即係派員咧係為呢個政改定調啊，即係李飛落嚟，即係好明確指出呢個政改方面涉及嘅範圍喺邊咁。咁所以呢個亦都進一步反映，即係佢同中央嘅關係未必是呢個和諧啦，如果唔係就你負責嘅嘢冇理由中央揾人落嚟指點江山啊，定定嘅框架咧，即係至俾你去開展呢個諮詢嘅服務。咁呢一個即係關係咧，係阻礙，亦都係影響呢、這個即係佢所負責嘅諮詢嘅工作。咁所以，即係同埋主席，我早前都提過咧，兩個司長，政務司司長同埋呢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嘅加幅咧，亦都係眾多部門之冠嘅，係嘛？呢、這個肥上瘦下，自己加18%，有啲嘅監察政府部門嘅加幅咧，只係0.5%。呢種肥上瘦下啊，對自己就好寬鬆，對下屬就好呢個嘅嚴苛咧，這個並非政府高層應有嘅態度。所以咧，即係政務司司長同埋財政司司長兩個職位嘅全年嘅薪酬咧，我係提出咗分別嘅修訂咧，係將佢哋呢一個嘅刪除，以表示我哋對其他即係政府部門被呢個嚴苛對待嘅不滿啊，咁啊呢個即係所以提出呢一個修訂。主席，另外一個我提出的修正案呢，就是這個724条啊，這個議決為削減分目0002，將總目142削減853万，這個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14名提供行政支援人員的全年的薪酬的預算開支。我哋睇返呢，其實我所講呢個政務司司長嘅辦公室嗰個開支係增加18%啊。咁但係關於好多嘅行政編制方面呢，啲數目啊，同埋呢個嘅職級啊、職責等等呢，係透明度係絕對不足。咁關於呢14個支援人員呢，即係政策局呢，就平均即係其他政策局呢，係即係大約係7个，或者即係話呢個嘅政務司呢度呢係多其他政策局嘅1倍啊。咁呢一個嘅，如果你睇返14人裏面，如果總年薪係呢個高達853万呢，即係平均每個人呢個年薪係去到60万嘅啊，而呢個月薪即係高達50000蚊。咁呢一個喺我哋睇到呢個嘅權責不清啊，工作表現亦都睇唔到有啲咩具體嘅特殊性，
而要同其他局嗰個嘅相差係一倍咧，我哋認為絕不恰當啊！咁基於衡工量值，同埋基於要呢個增加政府透明度同埋問責性咧，即係我覺得透過呢個刪改咧，係展示即係呢一個嘅項目個財政方面嘅預算同埋個理據咧，係令人難以接受。